我们大家请合掌。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天台中入门，各位比丘、各位沙弥、各位敬人，大家午安。阿弥陀佛，请放掌。我们上一堂课上到了这个，通教人呢，这个的修行内涵。那么说到这个此教三乘所修之因啊，我们已经说过大致上是相同，皆是修体空观，同修地缘度啊。那么不过所证之果呢稍有差异，这个也不能说果有差异，这应该说是所断的有稍有差异，那所行的没什么差异啊。那么所断的呢，就是说菩萨呢是断菩萨的根基的人，他断正识，还有无明都断，无明习气也都开始在断了。那么呢，这个圆觉菩萨呢，不是圆觉菩萨，圆觉佛呢，圆觉或辟支佛啊，他是正识一定断，不过呢，习气也不过怎么样，可以说是更轻习气而已。也就是说，轻习气，也就是说开始要断不断，让他减少了，但是还没有断。那么阿罗汉呢？阿罗汉就声闻人，声闻人只是断正识。那么什么是正识？正识就是见思惑的正识，识就是结识，结识就是烦恼结了，就是烦恼结啊。那么无明习气，习气什么叫清？什么叫做断呢？你看这个茶杯哈，这个茶杯。这茶杯装着茶，对不对？这有茶，有茶叶在里头，有茶叶汁，那么整杯满满的，这样就是比喻说他烦恼的具足。现在我把里头的茶叶倒出去，茶杯茶汁都倒出去，就表示见思惑断了。可是这个茶杯还有没有味道？还有没有味道？一定还有茶叶味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习气。懂吗？习气就是它基本上没有东西，可是那个气味还在那里，所以叫气，习之气是这样子。那么呢，习气又有断跟清，那什么意思啊？你看我们去洗茶杯的时候啊，一定是先倒茶叶倒走，然后就开始洗，对不对？然后洗你又撸那碎那什么甩工，哎呦，那叫拍碎是安怎？为什么？他那个卡那个垢啊很多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你正在洗的时候，他那个垢是慢慢的消除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表示习气在清了，清那个习气。那但是你闻的时候还有味道，但是必须要弄到什么？弄到没味道了，就是习气已经开始在断了。没有味道才是习气开始断。那个时候还有颜色在那里，因为乌色里啊，但是一定皮皮没味啊。对吧？但是还有那个根底在那里，那再继续弄，继续擦，继续擦，擦到后来全部没有了，这才是成佛。哦，是这样干的呀，这样懂了吧？所以清习气就是说让那个气味消除，可是断习气就是让它连色泽也不留，完好如新，这叫断习气，这不一样。所以习气很难断哦。你这样想，你以擦茶洗茶杯这个意思来比喻就知道了。好，现在这样子懂了吧？所以说，然正果虽然有差异，不过三乘都是同断见思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三乘人都是一样，三种乘的人都是一样，把茶叶茶汁倒出去的人。虽然有的有沙，有洗杯子洗得干净一点，有的洗得不干净，但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是见思或断啊。那么此中顿根之人，但见偏空，不见不空。若行菩萨道。
则只成当教果头佛。是啊，什么是果头佛？什么叫果头佛？啊，就是通教当分所证得的极果，极呀、啊，就是极就是，不是那个极面的极啊，是那什么？极为如何啊？极速那个极啊，那个就是那个太极的极啊，太极的极那个极，极果叫当教果头佛，果头已经在最后果字头了，果的最圆满。但是这当教果头佛不是所谓佛教的究竟佛，懂我意思吧？新的名称要懂，当教果头佛是那个与通教最究竟的果报，但是不是别教啊、哦，也不是通教啊，是这样。啊，未入别教跟不是别教，不是原教，是这样。好，那再来。行音虽与藏教不同，比如说一个是体空观，一个是息空观，虽然有不同，然而所成之果足与藏教相齐，故云通前。为什么所成果足藏教相齐？因为他们同断见思而已啊，同断见思，那么同证的是什么呢？同证的是果头的阿罗汉，这样而已。若是立根之人，必行菩萨道，立根之人一定行菩萨道。非但见空，兼见不空、啊、那么即见中道，若见但中，则别教来接；若见不但圆中，就不但中就是圆中，则圆教来接。故云通后，所以他也可以通前。干嘛？修因正果皆通。修因虽然不同，所证之果呢，对顿根人来讲呢，都是证阿罗汉，所以通前。以正果来说，通前。那么以正果来说，他如果是立根之人，他一定行菩萨道。他不但见空，他一定还要见不空。这样只要他见了不空，他要不都被接到别教去证但中真理，再不更好的就接到圆中，所以不但中就在圆中，圆中的真的见的圆中的中道义啊，圆中中道义，那么是圆教来接。所以要不就是接通别教，要不就接原教，所以通后，这样懂意思没有？懂意思没有？所以通教道理啊，解释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，很清楚了。嗯，这是集合古今大德啊，没有，都是古来大德的说法，我们把它解释成白话而已啊。好，下面一段文，小段文，你们自己念，大声一点，哟。不明共而言通者，若用光明，则通别光明，远近两遍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如果说他叫共教的话，那他共谁呢？你说他共藏教，那就对他近边说的，因为他所修的法门都跟藏教几乎是一样，修因接近，正果接近，见果一样、嗯、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以你要讲共的话，那就共藏教去了，你不能说他共原教别教啊，那哪可能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能讲通，就是他通前通后，那这样就好说了。所以古人用字用一个字差别这么大，呵呵，就是特别把它捻出来补充给你们知道。你知道吗？要不然出去有法度跟人转吗？藏通这样知道分得清楚了吧？啊，人安尼听几波哦，够安啦，听没有？啊，赶快啊，听无，教你也听无，啊念母阁袂瘾念，饲家阁饲袂好，安尼啊烦烦恼恼啊是，我伊要读啥？对无？袂使啊，细小人即马第一坐电视机的遐一挂技术，遐伊修袂好，咱无人甲笑，你知影？咱坐遐阁修袂好，歹。注意哦。好，那么这是心二结束了，现在心三是什么？什么叫？来，给念看麦啊的，别者，不同也。
又指教别批界外菩萨，不设恶乘，亦无佛之极果，纯为菩萨修因之法，故名别教。依教相论，若名不够，则但异于藏。为故名别教，以表异相。好听，好听。别者不共，不同的意思，但是不能用不共不同这样子的名称来讲，特别要讲个别教。它是别，是最主要是什么？别就是特殊的意思，它唯一个别的意思。中国人那种磨随机结魔说别人，别人这个别人就是个人，有个人就是单独独立的啊，单独独立的。那么这个别教也是这样，它单独独立的。这个别，你说它教理怎么讲呢？其实教理藏通两个是互通的，是不是啊？它共修虚空观，共修空观嘛，这很通，是这样子。可是别教它不通，他们要别教修三谛观了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同于什么后面两者，前面两者。但是你说它同不同于原教呢？它也不同，因为原教是一心三观。它是三观历然，皆次有次第，所以这个也不同。再来呢，它是独菩萨法，所以独谓之别。独是什么意思？唯独菩萨修，罗汉不修，辟支佛不修，只有菩萨修。他是别教，别教里没有什么罗汉法，没有什么声闻法，他也不是佛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佛的极果，他修不成佛的。老实讲。是呀，修别教照样不成佛，他还是得当分教的果头佛，那是他顶多证到原教的什么呢？原教的十住信住十住位而已，他离极果还很远，这样了解吧？所以说他真的是别，他也不通，他也不共，也不同，那单独为菩萨所修，是这样。所以说，以教理自断恨畏因果等八，皆不共通于共于前二教，也不同于后的原教，故名呢。那么呢，这个教理自断恨畏因果啊，这八位啊，其实四种教法各个不同啊，也不是说别教就单独跟人家不同。不过别藏通他们还有教理，还有。所行的法门还有相接近的地方，可以说大同而小异。但是到了别教的话，简直跟前面两教完全不同。那跟后面一教呢，还是不同。一心三观跟三观次第，那还是修法差很大。所以它真正是教理恨畏，教理自断恨畏因果啊，是真正都不一样。什么叫教理自断恨畏因果？我们常常讲不是教理行证吗？有教有理有行有证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教理行证四者开说，说成八个，就是教理自断恨畏因果，把那个教理还有这个教理保留，恨保留，还有因果的果保留，所以教理恨果取那个主要的来谈。其实仔细说，佛陀对于四种教法都分别。对他们的教理自断恨畏因果各有解释，各有不同啊。那么呢，在别教当中，特别的是为菩萨所独修，他不跟前面一样，也不跟后面一样，所以叫做别教。这是别教。那么此教是别批，这个要念批啊，或者念贝加贝也可以啦啊。别批什么呢？界外的菩萨，别批界外的菩萨，他不设二乘。所以说二乘人的门都没有，没得修啊，没得修这个法门啊。那么再来呢，亦无佛的极果，他呢修了半天也不能成佛的极果，所以说不设二乘嘛，不同于二乘啊，没有佛的极果嘛，不同于原教，所以故名为菩萨，纯为菩萨修因之法。就是说
发菩萨心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恨，那么你单独就修这个，纯粹是为菩萨而修菩萨恨而来。不过这种人是怎么样？他没有发心，他不注重要成佛，他就是想要行菩萨道。像这样子的人专修这种别教，他不急着成佛，也不想要成佛，他专修这个，拿来专修的。啊，是这样，故名怎么了？故名这个别教，故名别教啊。依教相论，以那个教相来说的话，如果你要明他是不共的话，那他的不共只不共于前面藏通啊，为一元教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要讲别教来表示他别于原教，那也别于前面的藏通，所以一字之别啊。前面不能用不共，现在也不能，前面不能用共，要用通，后面这个别教不能用不共，要用别，哎，这个古人用字很有它的定义啊，这样懂了吧？好，这样别教的定义懂了吧？我们解释四教都会先说明文名词的定义啊。哎呀，赶快啊，这个，下一段，涅槃，大家一起念，大声一点。涅槃经云：四谛云缘有无量相，所知。十住十恨十回向为贤位，十地为圣位，妙觉为佛果，璎珞经。名五十二位，圣天王经名十地，波涅槃经含五横，天横从空入假，依理成横，因而行横，度生之持用。是一切众生如婴儿，病恨度生之悲用；见一切人如病人等，虽真简不同，然皆依界外广明恨为次第之相，此皆属别教之相，亦别于原教。法法恨恨圆融无碍之真也。好，这在讲什么呢？这在证明说到底有没有别教这回事，还是智者大师自己想出来的啊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到底有没有别教这回事？他说有的。所以呢，怎么讲呢？他说《涅槃经》里头说到，四谛因缘有无量相，非声闻缘觉所知。既然非声闻缘觉所知，那只剩下菩萨可修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独菩萨所修，它是无量相的四谛因缘，声闻缘觉不同，所以说别教菩萨也是修地缘度，但他修的是什么？无量四谛，他修无量四谛，他修啊、这个不思议生灭四谛，十二因缘，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，啊，那么。也修什么？修这个六度，六度，六度是哪六度啊？是不思议的六度，不思议六度十度啊，是这样子。好，所以要证明了，花《涅槃经》讲到有这种法门呢，是非声闻缘觉能修的，这是因此它是别于藏通二教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不知道嘛，所以说这真就证明。此别于藏通二教之真也，这证明。又说大圣经中如华严经名十地，大圣经比如说华严经，它上面讲十地十恨十回向，这是贤位的三贤十地，什么是不是？三贤就是三贤啊，三贤呢、啊，信十住十信十行十回向，十住十行十回向为三贤位。那么呢，再来十地为圣位，妙觉为果佛果，它还是有这个。位位不同，这是华严经上讲，这就是所谓的恨位不同，修行的阶位不同。璎珞经上明跟干脆明五十二位，啊，明五十二位，啊，
你五十二位怎么样啊？他是实性实行实回，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。那么就四十位，四十位再加一个这个暖位啊，我们说前方便位吧，暖位啊，那么就一位了，就四十一位，再加实地就五十一位，再加等觉一位，五十二位，然后到妙觉成佛，所以前面成佛之前有五十二位，璎珞心就这么分别。那么《金光明经》呢，就单独讲实地还有佛果，要讲十一位。那么《圣天王经》呢，名实地；《涅槃经》呢，乃至于谈五横。五横是什么呢？是修行的五种修行法门，修行法门，所谓圣横、泛横。不，圣恨、泛恨、婴儿恨、病恨，奇怪，那少一恨，天恨啊，天恨，圣恨、泛恨、天恨、婴儿恨，还有病恨，这五种恨的修行法，这是修行法不同，所以说教理断自断恨为因果，他们呢，这个他们各自的判法不同。像这样子，那么什么是圣恨啊？三学之恨啊，入空之行，就是所谓的圣恨，就是阿罗汉修的那种恨，一样意思。不过在大乘里头，它不是阿罗汉修的，它是先修空观，等一下修假观的。那泛恨就是无量心，就开始修假观；天恨直接就从空入假，依理成恨啊，就修理观，从空入假。因而恨就产生持用，前面是理观，后面就直接是行动了，好像看一切众生像自己的婴儿，像婴儿一样要照顾他们，不会跟他们怎么样，不会跟他们斗气，那么看待一切众生都像慈母一样的看待他们。我们没有啊，我们都会跟他斗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我们不是人家的慈母啊。人家说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谁是大人呢？八大人觉经那个大人，是大人，真正的大人就是所谓的菩萨之人。菩萨之人不会跟众生斗气的，你懂吗？是不是啊？那不会跟菩萨斗气，不会跟众生斗气，所以他看一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他的儿，他就像慈母一样照顾一切啊，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骂我还没关系的，没关系，是这样，是这样。但护法会跟你斗啊，是吧？你要是睡在护法头上的话，护法会跟你斗，会让你睡不了啊。我以前就叫他说那里要让开来，他做的时候没有让开，我就知道一定会出状况。最近他们跟我讲说出了三个状况，三个人去睡，三个人出状况，睡不了啊，有谁敢去睡？那在菩萨头上嘛，那当然护法头上嘛，你怎么可以睡在护法头上？你的福报还没他高啊，你怎么他不容许你这么做？是不是啊？但是菩萨，真正的菩萨，你睡他头上他无所谓，他福德很够啊，他无所谓，是吧？好，那不管了，这就是婴儿恨。那么再来病恨，不是你生病啊，你们大部分都是病恨，不是的，你们是病号，你们不是病恨啊。那么病恨是什么样呢？就是说，这个看一切众生像病人一样，你呢念之在之，想要拔除他们的痛苦。的病恨，这是从圣恨一路修过来，最后修到病恨，这都菩萨嘛，菩萨才这么修的啊。佛可没这个观念啊，佛不会看待众生是一子，也不会看待众生像病人，他都不会，他就如实观照见。讲经说法，他会比喻说像儿子，但基本上他没有真实的这样，他如如不动，看到真实相。哎，像这些呢，虽然果位修行方法有增有减，不一定相同，不过有个共通点，就是皆依界外菩萨根基不同。因为界外的菩萨太多了，根基也不一样，所以他们就广明各种历劫修行，还有修行的次位次，各个不同的这种修行方式啊。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观念你要知道，在别教菩萨的修行里头呢，他们修行的阶位彼此不相知，初地不知道二地，二地不知三地，三地不知四地，
一年级就是一年级，二年级就是二年级，二年级不知道一年级不知道二年级在学些啥，味味不相似，这就是别教，还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就是味皆味个别互不相似，还有这个意思在，所以要谓之为别教，这跟原教不一样，原教哈，初发心即是正觉。刚发菩提心就入诸佛果位，明智即即是究竟即，所以凡夫当下即是佛，所以叫即。讲六即啊，其实只有什么？只有原教才敢讲即，也就是没有头没有尾。你只要入那个原教的道理之后，你当真就成就成佛。他呢正出地。就等于正十地，乃至于入五品弟子位，就等于通透到佛果，完全一样。为什么？看到同一个月亮了，月亮你看到，我也看到，只是你看得远一点，我看还没办法看那么远。但是我也跟你一样知道月亮是圆的，只是我还有云遮着，我没有亲眼看到，但是我已经知道它是圆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已经看到，我虽然没看到，我们彼此的效果等同都一样，我们都一样知道月亮是圆的。但是别教以前的藏通别啊，这三教啊，看到一分是一分，看到地前一分不知道后一分的样子，所以他怎么可能知道全部的月亮是什么形状？他不知道，他必须要慢慢掀。慢慢先到最后一页，原来月亮是这个样子。那别原教不一样，原教一下就翻到后头来，让你先看到标准答案，然后才让你慢慢往前。当生成佛就这个意思，你立刻看到你的佛性，这样懂了吧？这样懂意思吧？所以它没有阶位，没有阶位啊。别教有阶位，所以说你看哦。因为根器之不同而广明历劫修行为此恨为次第互不相色之相，看到没有？修行的位次互不相色，互不相色，这样子的教法呢，此皆属于别教之相，它异别于原教。原教不同了，原教是法法圆融，修一法即是一切法，拜佛啊，有人轻视拜佛啊，拜佛啊不如修定。你这个是不了原教义，原教义拜佛即是修定，修定就是拜佛，乃至吃喝拉撒睡都是修行，所以那拜佛何况拜佛不是修行吗？一切法法法平等，没有什么高低，只是说有各自善巧不同，也得学一学。有人呢轻教理，重参禅；有的人呢重拜佛，不重坐禅；有的人重坐禅，不重经行；有的人重经行，不重念佛；有的人重念佛，不重拜佛。那各有偏重，这样都不对。你对一切法，你都知道，他同样修入原教，所以说法法恨恨是圆融无碍。以后要这种道理啊，不要在这修行法门当中分高低，啊，分高低。乃至于颠倒啊，那么以声闻教来弘扬，然后呢不学大乘法，那就颠倒啊，也不要这样。你可以参考声闻教，那无所谓。
所以说这个圆融无碍，像这样子的是圆教的，所以它有别圆教，它是各位次都互相摄，所以这叫别教。此教全无量四谛，为什么有无量啊？好，我们来念一下哈，此教全无量四谛，苦有无量相，此法界有无量相，有爱住地，无名住地，烦恼不同故。一拳不思议，生灭十二因缘，知末无名，分断声音，根本无名为变异声音。一拳不思议，六度十度，般若度更开，好。这里提到了什么？说以教权呢？此教呢？这个教法，别教呢？它诠释的是无量四谛，无量啊，顾名思义就是苦有无量相，集有无量相，灭有无量道有无量相，那么灭有无量相，简单讲就这样，懂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要断无明，那无明是对一切境界说无明的。阿罗汉藏通二教的话，只断我执。我执就证空性就好了，所以苦集灭道呢，苦就是为以我执而来，道就是修断我执，灭就证得我空，那么呢集就是因为我执造业，就是单纯的一个。那么到了这里的话呢，苦不只是我执，乃至法界一切事项我不懂都是苦，乃至别人的苦我不懂，我不能解决也是苦，所以苦有无量相，那么集也无量相，以下这个道理呢，就是不假细说了，时间不够。那么呢，一拳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，什么叫不思议生灭十二因缘？它不能思议，不过基本上它是生灭的。什么叫生灭？有生有灭。它能够修什么呢？修断根本无明，所以根本无明断了之后呢，那变异生死就灭。所以根本无明修断，那变异生死灭，那不就是有生有灭吗？啊、哦，有生有灭，所以说是生灭的十二因缘。为什么不思议呢？因为有无量相，故无法思议。啊、哦，再来就是说，它究竟是中道实相，自体不可得，啊、哦，也是一样不可思议。那么一拳什么不思议的啊、六度十度，为什么多加一个十度呢？就是因为从般若当中另外开方便度、愿力度、力度、愿度、力度，还有智慧度等这四种的权智。什么叫权智啊？般若是根本，从根本当中对的一切众生而升起相应度化的智慧，它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升起的。方便、愿力还有智，智就是什么呢？智就是一些经验一些分别，比如说这个众生需要什么法，你看得出来，这就是智的力量。慧是什么？慧是了解世间一切的共相，智就了解世间的分别相。所以要行菩萨道，你一定要有分别相。你要行菩萨道做主持，你若要做主持，你要知道比如要怎么去啊，饭要怎么煮啊，众生起烦恼，这个众生怎么去，那个众生怎么去，众生起烦恼的样子不一样，你要用不同的方法对治啊，这就是智的力量，这是权智，权巧方便，懂吗？好，这样子共成十度，
那么这一一度啊，能够摄一切法，生一切法，成一切法，啊，所以浩若恒沙，对一个众生，每一个众生无量的苦，你就有无量的度，六度十度来度化他们。那无量的众生，无量的无量更是无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有不同的度化方式来度化他们，这样叫做浩若恒沙。嗯，哎，这个法门专门对谁用的呢？开示界外顿根菩萨，令他们修次第三观，就先修空观，后修假观，再修中观。那么这样子令出分段跟变异二种生死，他能够出分段生死，能够出变异生死，当然也同时能够出分段生死啊。那么证什么涅槃呢？证中道，不过这个中道是淡中的涅槃。我说过什么叫淡中？非空非有，说中间，在对两端说中间，就只有一个中间叫淡中，懂吗？懂吗？淡中涅槃，淡中的无住涅槃啊！啊，就是要破掉空，不，凡夫执着有，他要用空来破有。可是证得空之后，又要用妙有来破空，最后妙有也要用中道来把它看破，所以说它要有破有立，像这样子呢，空即是空，有即是有，中即是中，各自有各自的本位，它不会互相即相入，这样叫做淡中。好，那么这个道理这样的，接下来我们赶赶课啊，来再念哟。菩萨礼则三字次次见修，断则三惑前后分断，五恨差别，非如原教。别教初地不知二地是，乃至等觉不知妙觉是。原教润极，位位互摄不相隔碍。一因中道离体迥出，不及二边。迥者远也，超出也。为别教人但人信仰中道离体，只能知其非生死，非涅槃。不云不及二边，迥超生死与涅槃二边，而不能当下给予诸法不变随缘，依原教之即理视之，判之为淡中而非缘中也。一果不容诸位差别，别教中唯有妙觉即果，方正法身，不云初发心时变成正觉也。由此八种皆别于藏通别，好，这样读完了是不是有点懂了啊？那有点不懂有点懂。又别教呢，我们分别的教理自断来说，教理自断那个恨畏因果来说呢，八者皆是独辈菩萨，而不同
藏通圆三教的。你比如说教，教是专门教菩萨用的教，所以说教呢不通其他。那么理，他所教化的理呢是立格三谛，所以三谛真俗中三谛不相及。其实真谛即是俗谛，即是中谛，一中一切中，一俗一切俗，一真一切真。但是他没办法，他这就是真谛，中谛就这样认识了解，那是中谛。就是讲空就讲空，其实空是妙有，他也不知道。妙有即是空，不可执着，他也不去体会这个道理。三谛是隔离开来的，那么智呢是三智次第，先修空观，后修假观，再修中观，那么呢？但是原教不同，一心中三智三观，起三观，修三智，起三观得三智，那么呢？那么正得三德佛性，他没办法这样。所以他非原教于心中顿证，那么断呢？他能够断见思或无明，尘沙或无明惑，这叫三惑。见思尘沙无明，这叫三惑。那三惑前后分断，原教当下顿断。藏教的话呢，藏教跟别教只见到无见思二惑，他根本见思惑是一惑而已，他根本没得断后面二惑，对不对？那么恨呢是五恨差别，所谓的刚刚讲的圣恨、犯恨、天恨、婴儿恨、病恨，这五恨呢是恨恨差别。可是原教一恨即是一切恨，犯恨即是天恨、婴儿恨、病恨，圣恨乃至婴儿恨即是圣恨、婴什么恨，这样都互相摄。但位呢则各位立别互不相收，我说过了嘛，初地不知二地次嘛，那么原教论极，论极的话位位相摄不相隔碍，因为极就是当下事的意思叫极，懂吗？原教的话只有六极，哪六极啊？明智极啊，什么极理极、明智极，再来，佛是观恨集、相似集、分胜集、分正集，再来究竟集。先理集，你我都是佛，对不对？理当下那个理事，那么理集之后再来什么集？名字集，名字就是我们开始修行呢，知道有这个名字叫做涅槃，有这个佛性这个东西，名字集。明智集到开始修行种种法门来修，就有观有恨，观恨集，观恨之后就要怎么样啊？相似，相似得果位，对不对？相似集，相似之后就开始真正证，但是还没有全证，叫做分证，分证之后就全部证了，就究竟集。无论从明智集也好，乃至到最后的分证集也好，究竟集也好，当下佛性再生不坚，再凡不减，你要能看得到就是原教人，所以他一看到的话呢，头跟尾都一样，所以出发心即成正觉。那出发心即成正觉，那么呢，这个因啊，讲到因是吧，味互不相摄，因则一因迥出，不及二边，这就是最有意思。什么叫一因迥出啊？你看啊，这边是左边，这边是右边，两边抓中间，那中间只有一个凸出来，唯一一个凸显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凸显在那里叫做迥，远离的意思，懂吗？但是原教不同，原教旁边、左边、右边都是中间，到哪里都中间，什么意思？有没有可能有宇宙？哪一个点是宇宙的中心点？没有啊，你从哪一点往宇宙四面八方飞过去都是无量无边缘，对不对？你在地球任何一个地方往宇宙的四面八方看都是无量无边缘，你再跑到台湾来看四面八方还是无量无边缘，对不对？所谓无量无边缘的意思就是说它跟四面八方的距离都一样等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那所以它都是中心嘛，
中心的意思就是说跟四周围的距离一样嘛，对不对？那么宇宙当中呢，我在每一个点都跟四边距离一样，道理意思一样，一中一切中，一空一切空，一有一切有，所有的空假中都是同一体，这是原教的。但是他不是，他是说离中离有离空说中，所以这个中是对空有双离，双离空有而说中，所以是一因迥出，离开这个空有而说中，所以是一因迥出，一因就中道离体迥出，迥者远也，超出也，为别教人但能信仰中道离体，只能见其生死是一边，涅槃是一边，非生死离分生死这一边，非涅槃离涅槃那一边，那叫执中间，只留在中间。你看那个南山律啊，那个十法中，再来什么中？假名中就是这样。十法中认为界体是色法，那假名中认为非色非心法，那这就是所谓的一因迥出的道理，不是这边也不是那边。两边都不是，我不晓得什么，反正就双飞，双飞没有真正的名字嘛，所以这样子呢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但能信仰中道离体之智，啊，不及二边，如此是中道，只能是，只是但中佛性，或者叫做正因佛性，啊，因为正因就是说他有那个因，真正成佛的净因是那个，可是他不知道原因了因。啊，原因了，原因是什么？助你成佛的因缘。哎，你有那个想要成佛的心，就是原因。那你自己本身即是佛，这是正因，懂吗？那你成佛之后，你修了，你有那个佛性，能够知道出家好，这是了因。所以了因加原因，修显正因，所以成就三德密藏，正因、了因、原因，成就什么呢？涅槃德、般若德、解脱德，成就是三德，是这样。所以我们就是有三因佛性。你看，我们本身是佛，不假外修，这正因。那我们呢，有那个想要成佛的冲动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这就是原因，有那个因缘，我才能够帮助我正因显现啊。然后最后呢，要什么样？了因，能够真正的怎么样？看到那个佛性的能耐的了因，那么真如法性随缘不变，虽在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净，超生死与涅槃两边，而不能超生死，超迥超生与死啊！不对不对，真因佛性啊，但知其真理不变，而不知其有随缘，随缘之能，所以真如法性随缘不变。随缘不变，虽在生死而不染，正涅槃而非净。那么像这样子呢，真如法性，他只看到真如法性，他不知道真如法性能够随缘不变的能耐，他不知道有这个能耐，所以他只知道真如法性，那只知道随缘不变，他不知道还有不变随缘。那知道随缘不变的话，他真如一直都在，所以在生死之边不染嘛。那正涅槃而非净，因为本来就不染，哪里有净呢？像这样子的非涅槃非生死，这样离生死离涅槃两边谓之迥超，而不能当下集于诸法，不变随缘，依原教之极理而视之啊，判之为淡中而非圆中也。啊，哎，这个道理以前都常常讲啊，你们现在看文字的慢慢看啊，多看一下就会懂了。那么果，那么一果不容，果则一果不容诸位差别。别教当中唯有妙觉是极果方正法身。那么呢，原教不同，原教出发心变成正觉，它相即相入，所以果味相摄的，所以说也不同原教。所以你看看它教理自断恨畏因果，各个不同原教，当然也同样不同别教，不同不同藏教跟通教。所以这个这八者皆别于藏通藏通圆三教之特征，另外立一名为别教。问曰：藏通圆等三教互异不同，何以不称别而独以此教称别呢？
这么问了啊，没有回答，呵呵，没有回答，让你想一想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其实藏通圆他们并没有截然的，藏通没有截然的不同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啊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我前面都讲过了，你自己想一想，未来要考试就考这一题啊，看你怎么答啊。好，最后补充啊，接下来新式圆教。哎，讲不完，讲不完喽，赶快，赶快。圆教更难了啦，啊，圆以不偏为义，所以叫做圆。那么这个教法是什么？全是无作的四谛。什么叫做无作呢？他刮胡大中刮胡里头写到，五阴六入皆如，无苦可舍，无名尘劳即是菩提，无极可断。那么呢，边邪皆中正，边见邪见，邪见波无因果，边见就是啊，或说空，或说有，或说中，这些都是边见，其实是什么？都是重症，都是中症。空也是有，也是中，说有也是中，也是空，也是中，是这样。那邪见是什么呢？邪就是什么？不信因果，是声闻众声闻生的邪见。那么呢，但知空而不承认有中有妙有，这就是邪见，这就是邪见啊。那么这个无道可修，生死即是涅槃，那么无灭可证。所以既然无苦无集，故无世间，那么无道无灭也无出世间，那么世间出世间皆无，所以这个四谛皆实，出后不二。所以四种谛，出世间跟世间都一样，当下如如，没有什么好分别的。所以从开始出修因到正果都没有不二，所以六级佛理级即是究竟级，也没有不二，所以这叫故名无作，纯依实相，实相外更无别法，所以叫做无作四谛，没有再能思维了，没有再能修习了，开始就是结束，涅槃就是生死，生死即是涅槃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烦恼，没有苦可断，没有集可，没有苦可舍，没有集可断，没有道可修，没有生死可灭。哎呀，这叫做无作四谛啊！至于以下的事情是怎么样，哎呀，我们进度有点落了啊，到这里就有点赶啊。那么，但是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呢下一堂课继续上啊。向下文昌复以来日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佛道无上誓愿成，自归依佛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体解大道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，发无上心，自归依法，自归依佛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深入经藏。智慧如海，智慧如海，智慧一生，智慧一生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同理大众，同理大众，一切无碍，一切无碍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是众恩，上报是众恩，下济三途苦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尽此一报身。同生极乐国，同生极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